球想回到这个最初的那个状态，就是艺术本身的一个状态。真是什么东西呢？有时候别的行业可能没法回答，我觉得艺术这个行业有时候能回答这个问题。看书都有人看，这个纹路它不是通常的物体方法去画，它是画的它的一个深浅不同的那个肌理的那个木料，它的一个质感是好像很多小点小点小点那样的一个坑儿。你要用放大镜放那个木料的话，木料它就是很多的坑儿，这一个坑儿它由于光线的作用，它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一个小短线。所以这个观察力我不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可能是以前搞装修的时候，当工人的时候接触多，买材料认清了什么叫榉木，什么叫黑檀，什么叫一般的所以松木什么的明砂什么的，可能是这些经验造就了后来我要搞创作的时候好像脑子里面好多内容好多成见，所以我就用毛笔用液晶笔就这样一点一点把那个纹路给画下来，然后这个心情又不好，然后心情不好就像一个结，一会儿它又舒展开了。其实人也就是这样，可能都是磁性，所以我画这个过程当中就很精神的享受。
就是所谓这个浮躁的世界，有时候让你觉得老看不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所以老是很粗犷的、很粗暴的看一些个物体。当你仔细看那很细的东西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很多其乐无穷的一些个好像一些个呈现。你会发现这个肌理画完之后，它会好像是很多个小力量集合到一块儿，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力量。所以就像那个佛说的那个一颗沙粒里边都有佛，就那个意思。